有一件事我们很确定，自然界会遵守它自己的规则，无论外星生命有多么奇怪，都会受到同我们一样的物理和化学定律。除此之外，每个外星环境会进一步的限制，尽管有这些自然法则的约束，生命的可能性超乎我们的想象。万亿颗行星，每一颗都有独特的化学特性，都经历了复杂的进化。在我们过于深入未知世界之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如果外星生物与我们非常相似会如何？基于碳和水，如果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和其他生物相同的话，那就是碳。碳无处不在，碳是一种最常见的宇宙元素之一，形成稳定的大分子。碳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可以与其他元素四相结合，然后结合自身，形成长久稳定的分子链，使巨大的复杂分子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多功能性使碳成为形成生命的核心。在远离地球的地方发现了与我们相同的使用碳的化合物，它们附着在陨石上，甘氨酸在遥远的宇宙尘形成的星云上，组成生物的一砖一瓦，似雪花般在宇宙中漂移。如果外星生物要选择其他碳化合物作为生物化学原料，他们会有足够多的选择。 cDNA bDNA 科学家最近验证了上百万种可能的 DNA 替代品，它们都是碳化合物。如果我们发现了其他碳基形式的生物，那我们从本质上是相联系的，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宇宙兄弟。不过他们可能有哪怕一点点像我们吗？如果他们降生于类似地球的行星，那我们可能不止在生物化学层面相像。如果其他行星上的生命已经经过进化，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像我们今日的地球吗？亦或是完全不同？有些理论从趋同演化的角度讨论，如果其他星球上的环境与地球类似，生命的形式可能会非常相似，类似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体和地球上非常相像。在地球上，类似视力、回声定位和飞行等特性已经在不同物种之间各自独立地进化过许多次了。这种趋同进化的过程可以类推到其他类似地球的行星上，那些生物也拥有类似的生存环境压力。虽然无法保证，但可以确定的是，生命的一些共同特征，进化的一些最成功产物，会在宇宙中重复上演。每种特征都将与各自的环境完美契合。昏暗的行星上，生物会进化出类似夜间哺乳动物的巨大眼睛，以接收额外光线。有些人甚至说，类人生物、人形生物会在其他行星上出现。考虑到产生我们的一系列事件漫长而曲折，似乎不太可能产生其他类似人类的生物，但我们不能将这种可能排除在外。如果在每100万一个类地行星中只出现了一个类人物种，那仍然可能会有上千种类似我们的生物存在着。然而事实上，我们更有可能找到一些处于食物链下方的生物。趋同演化在植物中也十分普遍， C4 类光合作用已经独自演化超过40次。外星植物是类似地球植物，还是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在地球上，植物是绿色的，因为它们吸收了来自太阳光谱的其他所有波长的光，但恒星的光不止一种颜色，外星植物可能进化出不同的色素，以适应它们恒星的独特光谱。依靠温度更高的恒星存活的植物，可能会显得更红，以吸收能量更丰富的蓝光。在暗淡的红矮星周围，植物可能是黑色的，以尽可能吸收所有可见光的能量。地球本身可能一度是紫色的，由于是黄泉，一种作为叶绿素先驱的色素叶绿素，一种光合色素，一些人认为是黄泉在分子层面的简单性会让它成为更主流的光合色素。如果是这样，我们会发现紫色是生物最喜爱的颜色。了解外星植物的颜色不仅是好奇心使然，还是一种可以在光年尺度外观测到的化学信息。地球植物在地球反射的光线中留下了一个明显的凸起。在其他星球上找到一个类似的信号，会为找到外星植物指明道路。反射率、波长、红边，也许这是我们看向外星生物的第一眼。
从一个遥远世界传来的鲜艳色彩，然而对于生物来说，影响最大的并非恒星，而是它的行星家园。如果你改变了一个行星的自转周期会如何？如果是改变了行星的倾角呢？轨道的形状呢？行星的重力呢？拥有较长的椭圆轨道的行星会经历剧烈的季节变化，那个世界可能会沉寂千年，却一瞬间生机盎然。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大多数岩石行星都是巨大的超级地球。这些星球上的生命会如何进化？在海洋中，重力可能无足轻重，一个高重力行星并非处处高重力。如果你身处海洋，即生命共同的摇篮，也许几乎没有一点重力，因为你的密度和周围几乎相同。当生命来到陆地上时，它们才感受到重力。高质力也可称重力，使得陆地上的复杂生物拥有巨大的骨头和肌肉质量几乎成为必然。它们还需要一套更强大的循环系统。在高重力情况下，运送养分的能源成本可能会阻碍植物的生命。低重力行星的大气会更容易散失到宇宙中，并且缺乏磁场保护，以免受宇宙射线的伤害。不过小世界可能是秘密绿洲的家园，巨大的洞穴系统为生命提供了藏身之处，有了稳定的温度和免于宇宙射线的保护，生命就可以在具有致命地表的行星上繁衍生息。可能的最小宜居行星质量估计为地球质量的 2.5%。 如果地表生命确实在这些星球上进化了，这会非常值得一看。在低重力环境下，植物能够将养分输送到更高的高度，并可以长成参天巨木，动物则不需要笨重的骨骼和肌肉，可能会形成令人惊讶的身体构造。尽管我们十分渴望，巨大的复杂生命体在宇宙中很可能是非常稀有的。地球花了30亿年进化，才产生了复杂的动植物。简单的生命体更顽强，适应性更好，分布也更广泛。即便是找到最微小的外星生命，也会成为一个巨大发现。毫不起眼的生物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就像地球上的叠层石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微生物层会堆积成巨大的岩石堆，留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构。只要有足够大的数量，外星细菌可能留下一些独特的生物特征，通过排放无法与自然共存的气体，比如氧气和甲烷，可以不借助生物产生氧气，也可以不借助生物产生甲烷，但你想让它们排放到大气中，除非地表有生物能制造这些气体，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就会在地球光谱上留下印记，下一代太空望远镜可以从某个并不遥远的世界找到这样的信号。最近的一个在宜居带内拥有类地系外行星的类太阳恒星，可能与我们只有20光年距离，并可以用肉眼看到。但是比起微小的类地行星，可能有一个更容易瞄准的目标，棕矮星。对于恒星而言太小，对于行星而言太大，大多数棕矮星对于我们已知的生物而言都太热了，但有一些热得恰到好处。在它们的大气中发现了生命必要的所有元素，这些云层中某些高度会提供适宜生存的理想温度和压力。在这些天空中，浮游生物可能会有光合作用，通过旋转的上升气流保持浮空。只要力足够大，这些上升气流可以支撑更大更复杂的生命生存。单在银河系中就有超过250亿颗棕矮星，它们的尺寸让它们成为了更容易观察研究的对象。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会不会一直在错误的方向寻找？如果自然有其他想法呢？我们所不知道的生物，一级的生物化学，宇宙中大部分区域对液态水和我们已知的生物化学而言都太冷或太热了。但为防止我们的偏见引起误会，我们必须撒一张大网，寻找宜居带以外的地方。那些看似对我们致命的区域的生物，一级的环境会产生一级的生物化学。虽然没有元素比得上碳的键合能力，但有一名竞争者已经走得很远了。
乍一看，硅元素和碳很相似，它们都有四条共价键，且都在宇宙中广泛分布。但仔细观察，这两种元素只是一对假双胞胎，硅键较弱，不易产生大的、复杂的化合物。即便如此，它们依然可以承受很高的温度差，开启一些奇妙的可能。基于硅原子而非碳原子的生命，对极端低温可能有更强的耐受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怪异生命类型。但硅存在一个问题，在氧气存在的条件下，它会结成坚硬的晶体。为了避免成为石块，硅基生物可能会仅限于无氧环境，就像土星寒冷的卫星。广阔的液态甲烷湖和乙烷湖是硅基生物或其他更激进生物的理想介质。没有充足的阳光，泰坦星上的生物可能是化能生物，通过破坏岩石获取能量。这种类型的生物有极其慢的代谢速率，生命周期能以百万年计。极寒世界并非一己生物唯一可能的生命港湾。在高温下，通常稳定的硅氧键会变得更柔韧、更活泼，引发更多的动态化学反应。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以硅为基础的生命形式生活在熔融的硅酸盐盐中。理论上说，这种生命形式甚至可以在深入地底的岩浆房中作为影子生物圈的一部分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外星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其他影子生物圈已经被提及，一些我们甚至不知道存在的生命形式正在我们周围生活，包括微小的基于 RNA 的生命，小到无法被现存的设备检测到。尘埃云和空旷的宇宙空间可能是你最不期望找到任何生命的地方，但是当宇宙尘与等离子体，一种电离气体接触时，一些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模拟环境下，尘粒被观测到自发组织成一种类似 DNA 的螺旋结构，这些等离子晶体甚至开始表现出类似生命的行为复制，进化成更稳定的形式，并且传递信息。这些晶体可以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吗？对于某些研究人员，他们符合所有条件，有资格成为无机生命形式。目前为止，我们只在计算机模拟下看到过它们，但是有人推测我们可以在天王星环的冰粒中找到它们。等离子体是宇宙中物质最普遍的形态，如果复杂的能自我进化的等离子晶体真的存在，并且它们能被认为是生命，它们可能就是最常见的生命形式，也有可能生命潜伏在极地的另一面，死去的恒星中心。当一颗大质量恒星爆发时，一些恒星会坍缩成拥有超致密内核的中子星。大质量的原子核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星球表面的环境令人难以置信，重力比地球上高千亿倍，但在它们的铁壳核下面有一些奇特的东西，一片炽热的原子和亚原子粒子海。如果深入到比电子还要深的内部，原子核则会遵守完全不同的化学定律，并非基于电磁力，而是强合力，将原子核紧紧结合在一起。理论上说，这些粒子可以链接成更大的原子核，并甚至能结合成更大的超核。如果是这样，这个意想不到的环境将类似于生命形成的基本环境，拥有重原子核的分子漂浮在一个复杂的粒子海洋中。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想，一己生命漂浮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粒子海中，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度生存、进化并死亡。如此奇特的生命几乎连探测到都是不可能的，但仍有希望找到一种更一己的生命形式。生命并非必须通过自然来进化的东西，它可以被设计，一旦将智力引入进化过程中，就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摆脱了典型的生物学限制。合成生命和基于机器的生命可能是所有生命中最成功的，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蓬勃发展，包括真空环境，开辟了生物无法企及的广阔领域。与自然选择的龟速前进相比，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指数级的适应性和韧性增长。据估计，自我操控的
可自我复制的机械，可以在短短百万年间殖民整个银河系。我们无法预测超智慧生物会如何自我管理，但在理论上可能也会发生趋同演变。硅的电气特性可能使其成为机器智能的普遍基础，以弥补其生物缺陷，拥有所有潜在优势。机械生命甚至可能成为进化的顶峰，一个普遍的终点。随着宇宙年龄增长，也许机器智能会成为主导。自然演化的生物被视为古朴的起源，也许我们会自己引领这场过渡。人类的伟大实验几乎会成为银河系间生命链的第一个环节。最后，我们仍是浩瀚宇宙中的外星生命，我们所知的唯一生命。要真正认识自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唯一的吗？洛伦·艾斯利曾说过，我们无法认识自己，除非从其他物种眼中看到我们的形象。有一天，那双眼可能来自一个有智慧的外星人。我们越早避免对进化的狭隘看法，就能越早真正探索我们的最终起源和目的地。我们知道了生命可能是什么样的，也知道了该如何寻找。我们只剩下一件事，去寻找吧。